蒋雯丽阔别荧屏多年，携新作《正阳门下小女人》和观众见面了。而剧中观众还见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钱海荣，这已经是二人的第二次合作。钱海荣和蒋雯丽第一次合作是在17年前2001年的时候，两人合作的新剧《黑冰》播出，该剧是公安题材作品，蒋雯丽饰演女公安化身卧底查清案件，蒋雯丽的表演沉生而又炽热，耀眼夺目。而钱海荣在剧中饰演刘梅，温柔情和妩媚在深远的镜头中添入了耀眼的色彩，令人心醉。时隔17年，两人再度携手合作《正阳门下小女人》，又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呢？和《黑冰》中的表演完全不同，《黑冰》中两人是发了狠的斗，把对方斗趴下，而《正阳门下小女人》这部戏里斗却是温情的斗，高级别的斗，还通过斗使得双方共同进步。这种剧情表达了杨善的精神内核，充满正能量。对于此次合作，田海荣坦言自己和蒋雯丽两个人都没有变，依旧有话直说的直率性格。巧合的是，两位女演员都是安徽籍女演员，不知道两人的性格豪爽是不是和此有关。田海荣和蒋雯丽时隔17年的再度合作，表现如何？正阳门下小女人两个的演出，你又更喜欢谁呢？